3月11日，日本知名女星水原希子为某杂志拍摄的封面大片在网上曝光。水原希子超模出身，她的父亲是美国人，母亲则是在日朝鲜人，因此她的五官极具混血特征，立体野性，在各大杂志上的造型打扮也都极为大胆。比如她曾挑战的黑白艺伎现代风，她直接从和服中伸出两条白皙长腿大秀性感魅力，但又不会显得艳俗，个性鲜明的风格在日本独树一帜。在私生活上，水原希子也是相当特立独行，她和韩国歌手权志龙传了多年绯闻，从2010年被发现戴情侣戒指开始，两人不仅被拍到一起去游乐场约会，还在聚会上亲密摸脸互动，但就是从没承认过。如今水原希子的演员事业发展顺利，也祝她和权志龙能各自安好吧。